今年春雨延至清明才开始有明显降雨，高山上的紫藤特殊品种樱花在下雨后开得更美了。现在福寿山农场的紫藤花与少见的郁金樱正盛开中，而苹果花则预计四月中旬后陆续绽放，四到六月农场都还有客房可以预定，游客可以趁这个时期上山欣赏春暖花开的春日美好。